正正是因為在香港咧，個人去繁殖動物咧，其實亦都唔需要特別去需要喺法例上另一個牌照嘅。咁所以我哋就冇一個法例去規管佢哋咯。咁所以點解我哋就算揭發到呢一啲嘅懷疑虐待動物嘅個案都好咧，我哋就唔可以用呢一啲相關嘅條例去控告佢哋。如果我哋完全將唔發牌嘅話，其實未必能夠幫到事情啦，因為好多時候佢哋會可能轉為一啲地下嘅繁殖啦，咁我哋仲難去監管。當去揭發嘅時候，其實動物好多時候都我哋會發現佢哋係生活喺一個好差嘅一個環境嗰度。停止殘酷交易，杯葛無良繁殖。